你听过出家僧团会放暑假吗？那他们放暑假是去玩吗？当然不是，他们是闭门精进修持，叫做结下安居。那结下安居这件事情对我们一般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参与吗？我们也可以来一个自己的微型结下安居吗？可以哦，有方法。我们今天就要告诉你，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参与。总编云书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众生文化总编辑黄静雅，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空中谈心的时候。这个礼拜我们因为时节因缘的关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要来谈谈结下安居。结下安居是什么？它有什么故事？我们可以做什么相应的修持呢？这个题目是我们圣文老师提出来想要聊的，所以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气象小编圣文老师来跟我们打声招呼。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聊聊何谓结下安居这个主题哦。圣文老师，为什么这个时候想要聊这个题目呢？这是我印象中佛教团体有一个月会，好像他们不管是僧众啊，还是法师们都很精进。然后那一个月可能寺院就会休息，活动比较少，对。然后想说那一个月他们要做什么，就会有点好奇。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发现原来，原来法师们他们也是有用功的时刻，那一个月就是他们精进密集的时间，要好好的修持。对，正确正解。这个结下安居是哪四个字呢？结就是结束的结，夏天的夏，安居就是安全的安，安定的安，居居住的居，结下安居如果是小白同学第一次听，可能连 哪几个字都不知道。那结下安居这四个字是非常的佛教名词啦它通常是专属于出家师父出家团体道场所做的精进闭关。那用一个世间的名相来讲，叫放暑假。真的放暑假没错。大家听到放暑假会觉得嘿，这个放暑假不就是去玩吗？然后像圣文老师是在学校服务的嘛你们是有暑假的吗？对，你们暑假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吧。两个月。两个月好好哦。听到好羡慕。很多人听到老师这个行业可以放两个月的暑假，听到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这样。然后接着就会问啊，那你们放暑假放这么长，你会要去哪里玩啊？你怎么用你的暑假？那圣文老师有什么计划吗？是因为我们有兼行者，我们每天都要去学校所以相当于没有。可是如果是代班的老师，他们就利用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在家备课或去哪里的，就不一定要在学校可以做一个比较长的旅行或者是进修这样子。没错，没错。好，我们其实是要用放暑假这个概念让大家知道结下安居相当于什么。其实相当于一个佛教道场的放暑假，但是放暑假呢不是去玩而是山门一关大家精进修行。那为这个当年为什么会有结下安居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在不要说2500多年前，2500多年后也一样印度的夏天是非常的湿热然后有很多蚊虫。那佛陀时代的僧众他是需要去托钵乞食的托钵乞食就是就是会拿起衣钵然后到城镇去乞食，做平等乞食。乞食文言文白话文叫讨饭，讨饭就很难听。但其实到今天南传像泰国那里的出家众都还保持着托钵乞食的这样的传统这是从佛陀时代就留下来的传统。那汉传现在已经渐渐没有托钵乞食这样的做法了，这样的行持都是在寺院里面会有僧众一起过堂用餐，但是南传就还是会有托钵乞食。那在佛陀那个时代，到了夏天，因为蚊虫多，那你托钵乞食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去踩到蚊虫就会伤到，因为蚊虫那么小，人比较大，然后在走过去的过程当中，难免去伤到这些小动物那佛陀
于是制了一个戒，告诉出家众说，说那个时间是相当于农历的4月16号到7月15号3个月期间。哦，农历4月16号就如果以今年啊2024年来算，嗯，就是5月24号。哦，5月24号刚过去，我们播出来的时候是刚过去几天了哈。嗯，那我从农历的，也就是藏历跟农历时间差不多，4月16号到7月15号3个月时间，嗯，要不外出精进修持。嗯，那不外出精进修持就不出去托钵乞食的，所以这段期间大家的用餐什么条件都会尽量维持到最简单，但是通常也会有一些，哦，功德主施主来护法。哇，太棒了，太棒了，护持这些僧众不用出去乞食，就可以有食物吃这样子，嗯，护持他们精进修持。那大家听到3个月有什么感想吗？如果像我跟声闻老师对于道场的工作状况有一点了解的，会觉得说，哇，如果像现在台湾各大道场都非常的忙碌，出家师父都非常忙碌，要他们3个月关闭三门，不接受，不接待信众，然后不为信众授课办活动，不接电话，不处理 email， 不回来。哎，这可能吗？这 impossible 的感觉。对，就会觉得说，哇，这样好像宕机耶，弘法宕机耶，宕机3个月这样子，就觉得感觉好严重。所以我们要说一个叫做这个时代的调整版哈，结下安居。是这个时代通常会缩减成大概1个月或1个半月，1个半月已经都算很长了。是，但是并不是没有人照着佛陀时代的3个月这么做，像在尼泊尔、在印度，在藏地，还是有一些寺院会依照古制做3个月的结下安居。是，我刚刚听到静雅老师分享，我觉得很感动耶，就是为了暑那个叫夏天蚊虫多，怕去踩到这样子一个很细微的爱心，我就觉得哇，佛陀真的很温暖很慈悲。对啊，连每一个小生命都去照顾到。对，那我觉得佛陀等于安排在一年当中有不同的修持重点。嗯，对，像佛陀让出家众们到市镇有人家的地方去做平等乞食，其实也是给一般人一般的信众能够有布施生前供养的功德。对，这样有个机会耶。对对，就是他让一般人有累积福德资粮的机会，然后也让这些僧众可以去跟一般的人家接触。那在接触的时候，其实就是实修六度波罗蜜很好的机会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功夫通通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不接触人群，就没有把这些法教用上的机会。所以对双方，对于僧众，对于供养这些僧众的一般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但是一年当中还是要有一些时间是叫闭门精进修持，就是你这段时间你还是要减少外缘的接触，你要好好转心向内，专心用功。对，真的。所以结下安居就是这段暑假的闭关、那佛陀时代是长达3个月。哦，对，我岔开一个话题，想好奇问一下静雅老师，你刚刚有说到为什么要强调是平等乞食啊？哦，想了解平等乞食。我们听到乞食哈，我觉得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印象可能不特别好，就会觉得说讨饭啊，讨饭就感觉是一个好像有点丢人的事情哈。嗯，好手好脚不是要去工作，会有那种刻板印象。乞食就是讨饭好像有求于人这样子。嗯，但是我们其实也会在路上十字路口或者花市市场，有时候会看到出家师父在那里托钵会嘛哈。会。那师父拿着钵，然后现在都不是给食物啦，像以台湾或者是华人世界都是会给钱。对，坦白说很实际的
观点就是钱比较好用嘛。嗯，我给你两个馒头，但是你电费还是要交，你不能拿两个馒头去给电力公司说我抵电费这样子。真的，那你给他钱，他就可以去交电费，交自来水费。是，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实际的就供养钱了哈。对，那这好像随着时代的演变，但是在佛陀那个时代是给食物的。到今天在缅甸或者是泰国，他们出家众去托钵和乞食他们一样是给食物的。那我也认识一位南传师父，台湾也是有南传师父，他一样试着托钵乞食，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好玩的画面出现。那是那个法王噶玛巴的书画老师吉云法师告诉我，他是在南传出家，他还住在北投的时候，他就去北投街上托钵乞食。有一回就有人放进一只烤鸡，有一次有人放进一个芭乐，因为他不接受钱嘛，因为南传的规矩是，如果有人放钱，他就会把那个钵的盖子盖一下，表示说我谢谢你，但是我不接受金钱，我只接受食物，因为乞食就是乞讨食物。那我那时候就好奇说，哈，烤鸡哦，那怎么办？要吃吗？对，放进一只大烤鸡，那怎么办呢？因为那个画面相当的卡通，这样子就是圣人的钵里面被放进一只烤鸡，我马上就忘脸纷飞这样子。那吉云法师说，怎么办？吃掉啊！我说，哈，师父，烤鸡也吃掉哦。他说，对，平等乞食。哦，乞得什么就吃什么。哇塞，你不能在旁边写一个那个小牌子说，本人只吃有机小农，无毒产品，请不要给我美牛美猪，是没有这种事情。你都在乞食了，你还设定条件这样子，还要有机小农嘞？谢谢金雅老师的说明，原来这叫平等乞食。对，然后如果真的有人供养你一只烤鸡，你。如果你是有同修的，你就要回去分给你的同修。你素食的同修可能觉得怎么这样。但是在佛陀时代，平等乞食的时代，他是不设定荤食或素食的。不是说我吃素哦，你不可以供养我烤鸡，你不能这样子。这是当年平等乞食的精神，到今天泰国都还是这么做。所以供养烤鸡是没有罪的，他人家也是供养深重的前进心，这样发心供养的。那接受供养的人也不能有那种这个东西看起来好超好吃的，多给一点，下次再来这一家，不行。是、那时候的做法是，传说是你只能敲七家的门。哦，还有这个有数量而且你不能挑出这一家那个比较有钱，门墙高大，看起来吃很好，我专门敲这一家，每天都来这一家，这样看起来吃很好。然后这一家看起来很寒餐，一定吃很糟，这样这个我们就技术性避过，不要去敲人家的门，给人家为难，人家都没得吃了，你还敲人家的门。其实那些看起来很贫穷的，反而很需要你去敲他的门，因为他很需要累积福德资粮。对耶，贫穷是一个果，他的因是可能是过去是比较少做布施供养，所以他正需要你呢。对于这些看起来吃不好或者不够吃的人，你还越需要敲他的门，这是为他种福田，这是慈悲他。哇，那这是不是说看在当下的果，人家都已经不够吃不好了，你就别再让人家为难？不是这样想，他是看到未来。哇，为他种福田，所以这是佛陀自戒让僧众去平等乞食他的背后的原理。那既然平等乞食，你就不能挑三拣四，不能挑荤挑素，或者是好吃不好吃，这些都不是能够挑的。然后就是乞食回来以后，也不是说我福报好，你看吧，我化缘化到一个大鸡腿，你福报不好，只有两个青菜。就是回去僧团安住的地方以后，大家都是要分食，就是要跟你的同参道友是要分享的，也不是说 I'm come 起来一个大烤鸡，我藏一半到抽屉里这样。谢谢金雅老师的说明。
好棒。好，那我们再说回那个结下安居啊，结下安居就佛陀时代让僧众有一段时间要闭门专注的修持，这跟我们现在的闭关观念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就是要减少外援，对，就是尽量让外援的打扰减到最低，因为在我们的程度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一些外援你就是很容易就破功了，比如说不敬语，等一下就跟人家语言有冲突又或者是讲着讲着你就开始想往外跑，然后就找一些正大光明的理由把你的关给破了，这样。所以技术性的避免外援来打破你的专修，这是闭关的必要性。那结下安居事实上就是出家众的夏天闭关那这个夏天闭关在古代是长达3个月，那现代因为僧团对信众的服务很难中断3个月，所以通常会缩减到1.5个月到1个月。那日期也不再像古代就是从藏历或农历的4月16到7月15这么精确，就会依据每个道场它你可以找弹性，大概就是夏天的某一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那藏传通常会找某个吉祥日开始，某个吉祥日结束，这样子。那的确，因为现在是萨嘎月期间，也有些僧团会在从萨嘎月开始，感觉很吉祥嘛。对呀、真的。那藏传是特别相信吉祥月或者吉祥日，像比如说明鸠仁波切上次三野行脚4年半闭关了、他是在佛陀天降日那一天结束闭关的。殊胜的。那天结束闭关都不是临时起意一时兴起说好吧我今天就结束闭关。不是，一定是算好了那一天是佛陀天降日，是个吉祥日在那一天结束闭关。都是有道理的。那藏传的僧团道场定结下安居的日子大概也都是同样的道理。那话说回来，像僧众结下安居，对我们这种要上班的麻瓜老百姓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有两种意义啦。一种意义是我们可以护持僧众们做结下安居。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做这件事哦。听说哪里有结下安居就会去护持僧众的供僧僧众的饮食。像以前尼泊尔的立谢林佛学院，他们也曾经做了3个月的如法古制的那种长闭关，我们都去护持，大家很喜欢，很有意义。那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护持结下安居呢？因为这个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个故事了佛陀时代我们上一集节目说到那个目犍连尊者，他在证得阿罗汉有了神通之后就去找他已经过世的母亲在哪里，然后发觉他母亲流转到恶鬼道，很苦就很苦，吃不饱，然后他要去供养，以他的神通力到恶鬼道就要去供养母亲。他母亲因为恶业成熟的关系，他喉咙非常的细，然后任何食物放到嘴里都变成一个焦烟，就是吃不到东西，好饿好痛苦。那他非常的不忍心，他就去请示佛陀说，我的母亲因为生前恶业感召，现在流转到恶鬼道，我应该怎么帮助他？佛陀给目犍连尊者的指示说，你可以在僧众结束结下安居的时候就是古代是3个月结下安居嘛，那3个月精进应该都很多僧众都会有成就在当年成就四果圣者，预留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这叫四果就是成为圣者，就是修正很有成就，像到阿罗汉果就已经能够自在的解脱生死。哇，那
叫预留国，是预入圣者之流啦，算是第一阶这样子、然后一来国就是、一次来回轮回，就是你还要再投胎一次才会永断轮回，不还国的就是不回来，不再回来这个轮回了。不还国就是你此生受尽之后你就不会再回来轮回了、那阿罗汉是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永断轮回的。那大家听到正的阿罗汉都知道说他们相当厉害，是有神通的、那因为这么多僧众闭门专修了三个月，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僧众有正果有成就，这个时候供养特别的有功德、很吉祥，很吉祥，划算。所以佛陀就特别提醒目犍连尊者说：“哎，那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结束结下安居的时候、那个时候也称为佛欢喜日哈，因为有很多僧众哈正果了嘛，所以佛感到很欢喜，因为也就是学生们哈精进的闭关了三个月，很有成就嘛。”那就像考联考考得很好，很多人考上了这样子，老师都很高兴，佛欢喜。那这个时候供养很有功德，你可以以这个时候供生的功德来回向你的母亲，她就可以超拔，从那个恶业成熟的果报当中超拔出来，也可以超拔出很多跟你有缘你要特别回向的人。是是。那目犍连尊者依佛陀这样的指示，后来就是在僧众结下安居日圆满那一天共生、以广大共生的功德回向王母、因此这就是很有名的目连救母的故事。那所以因此后世大家也特别喜欢供养结下安居的僧众。了解。那不是说你真的在结束那一天才供养、那中间都不要供养，那万一他们闭关三个月，这个饮食各方面都会很困难。是通常之前事前在结下安居之前要供养就开始祭钱汇钱或托人带钱过去了。那他有很多项目包括供茶啦、供餐啦、就是做各种护持这样。那大家都很欢喜，但大家也不会真的那么现实计较说最后你有没有给我证得什么预留国一来国不还国阿罗汉国有没有谁证得啊，没有啦，我们不会这样子啦。是我们就很高兴的依佛陀指示目犍连尊者的我们去供养护持结下安居的僧众。那我们自己呢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精神，我们应该要上班的人基本上绝对做不到三个月，因为三个月就是留职停薪的概念，无薪假，或者是你把老板 fire 的，如果你还要上班是办不到。那我们可以做那种微型结下安居。微型结下安居就是如果你有个礼拜六日你可以对，你可以有来个小闭关，从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日两个整天到礼拜一早上出关，你可以有城市里面微型的结下安居。那这段时间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条件，比如说我这段时间会禁语，那为了避免人家找不到你去报警，你要跟会找你的人说好，比如说你妈妈或者是谁，他可能会找你先说好，不要让人家很害怕去报警这样子。那差不多安排好了，然后饮食你简单准备好，你都要闭关了，不要每天在家里大吃大喝这样子，花很多时间做菜，那就是舍本逐末。那准备好以后，我的建议会是就止语就是不再跟外面通 LINE 啊，当然电话是不接了。对。然后就在家里，如果你是有家人的也说好，说我可能这段时间是先不说话，我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比如说礼拜五晚上晚饭后也许是八点开始，到礼拜一的早上也许是七点结束这样子。你设好条件然后你尽量遵守，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的微型结下安居。真的听起来很棒，就可以跟家人事前的沟通先做好，对对，就可以好好自己的闭关。对，这是鼓励闭关的概念了。像
敏州仁波切或者是大师徒仁波切的八棒法脉啊，都非常的鼓励闭关。即使你做不到我们的福德因缘，做不到长闭关，你就近我们自己的状态可以做到的小闭关，你礼拜六日总是有的吧？嗯、那也许你做不到两天，你一天也好，啊、甚至做不到一天，半天也好。哎，真的好过没有？好过没有？然后这个条件，我们尽量设的稍微严格一点点。然后你，但是要做得到。然后设定以后，我们就遵守它。嗯，包括时间、空间所修的法，还有相关条件，比如说静语这个条件啊、不回赖这个条件，设好以后，我们尽量遵守。这样我们会养成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也因为专注的关系，对法会有一些体会，这样子法的力量就会入心。嗯、我们下一次对下一次我们的微行结下安居，我们的小闭关就会充满了期待，很喜欢做这样，而不是充满挫败感。嗯、真的定太严做不到，结果充满挫败感，下次再也不干了，这样就很可惜，要让自己一步步慢慢的养成信心的感觉。嗯，所以结下安居是佛陀住世的时代就设定的规矩，就是留下的传统。他的理由其实就是找一段时间好好精进闭关。嗯嗯，那在印度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夏天蚊虫多，所以佛陀就让僧众在夏天的三个月就不要外出啊、闭门静静闭关。那我们现代人可以衍生出我们的版本，依我们的福德因缘找出自己做得到的方式。重点是那个精神，它其实就闭关专修的精神。嗯、我们不管是或长或短，如果是已经退休人士，你还真的可以来三个月的精进闭关了，就如法如古制。嗯、那你三个月出关那天，真的要奔过去供养你一下。也许你已经预留果不还果，一来果阿罗汉果，你证得哪一个了？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因为也是因为听众朋友在听到的这个时候，依古制进行的结下安居理论已经开始了，嗯、但是各僧团道场可能会依他们的时间会有不同的安排，嗯、那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结下安居的相关的时候，所以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也提醒我们可以依各自的福德因缘来个小闭关，微行结下安居。那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最后一样要以做短禅修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要请圣文老师帮我们带一做相关的小禅修。圣文老师要带什么禅修呢？好，今天想带领大家的是那个呼吸的禅修。好，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会注意力往外扩散发散嘛，那我们想说刚好借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觉知力在聚焦回到我们的呼吸。好，那现在请大家调整自己的坐姿，全身肌肉放松，脊椎松而直，好，那现在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觉知保持在开放的觉知当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呼吸禅修的部分。这边还记得禅修的精华就是觉知，好，所以待会呢引领大家把注意力只要知道自己正在呼吸，这样子你就是有在保持觉知的状态。那至于个人呼吸的深、呼吸的浅还是呼吸的长或短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练习把我们觉知注意力，把我们的心聚焦在我们的呼吸上。知道自己在呼吸的感觉。
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忙碌，有时都忘了自己原来还有呼吸。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开放的觉知当中。希望今天的这一座小禅修可以让大家在平时当中多做一些练习。谢谢圣文老师，大家跟着练习是不是觉得很放松舒服呢？我们总是要呼吸嘛，活着就要呼吸，不如利用呼吸来做禅修，这个超划算的。这也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呼吸的禅修法之一。刚刚圣文老师带的方法，传统上叫随喜法。随顺的随，习就气息的习，随习法，简单现代的话叫呼吸禅修了，就是觉知呼吸，把当下的觉知带到呼吸上，就是呼吸禅修了。那这个方法对身体好，对心好，一举两得，所以超划算的。大家如果在家里做微型节下安居，做一两天的小闭关的时候，可以穿插着做呼吸禅修，调整自己心的状态，身体的状态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哦，我们下周再分享相关的话题。放下放松，让心休息，找回最好的自己。总兵云书房，我们下周见。